经向主管部门了解，旅居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丫丫即将按期返回中国。中美双方正积极有序地做好丫丫回国前的各项准备和安排，已经落实了运输方案及航线，部署了应急措施，全力保障丫丫平安到家。孟菲斯动物园具有较为完备的大熊猫管理体系和操作规程，大熊猫旅居孟菲斯动物园期间得到了园方良好的照顾，深受美国人民喜爱。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促进了大熊猫保护、公众教育和人文交流，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其他各合作伙伴一道，为濒危物种保护做出贡献。